名将坤俊先后爆出坤内出轨及性骚扰昔日节目搭档郑凯云，九号将坤俊针对性骚扰事件回应绝无此事，更宣布暂停演艺事业。如今相隔四天，郑凯云发出261字声明，强调不能做错事还不承认，打脸将坤俊。从小爸妈就教我，做人要抬头挺胸，不能做错事还不承认。虽然正义可能姗姗来迟，但该挺身捍卫自己时，就该勇敢坚强不退却。似乎在暗讽将坤俊说谎，将采取行动捍卫正义。面对这段时间的纷扰，郑凯云也感谢许多朋友的支持与鼓励。最后他引用一句话，发光并非太阳的专利，你也可以为自己打气。网友也在文章底下留言鼓励，支持凯云姐，我们都相信你，你很勇敢。